近日咧，因為政府大力度咁樣喺社區做檢測啦，亦都派發咗好多快速抗原測試包俾市民自行檢測。唔少嘅市民咧，知道自己有初步陽性結果咧，都即刻去咗急症室。好多急症室咧出現咗大量嘅求診人士，佢哋咧係需要長時間喺急症室外嘅分流檢測站等候進一步嘅檢測，然後咧就再可以安排入院。我希望呼籲市民，如果你係做完社區檢測之後，收到 SMS 短信通知你係陽性結果，請你繼續留喺家中等候衛生署進一步嘅指示。即使你去到急症室咧，亦都係唔會加快入院嘅流程嘅。另外咧，如果你係經過快速抗原試劑顯示陽性結果嘅市民咧，如果係冇感染嘅病徵嘅話咧，請保持冷靜，亦都希望去到急症室嘅時候咧，係要耐心咁樣等候醫護人員為你安排進一步嘅檢測，以確認你嘅檢測結果。因為疫情持續嚴重啦，而聽日咧亦都係週末之後嘅第一個工作日。咁啊，醫管局預期咧，急症室嘅求診人數咧係會急劇上升，甚至出現飽和嘅情況。因此呼籲市民咧，如果係有輕微嘅病徵，可以考慮普通科門診或者一啲私營嘅醫療服務。